大家好，我是乐乐小姐 Melody， 今天我又来露营了。那我们这次来的就是马太仙境露营区。那我们这次呢，就是跟我认识18年的好姐妹们，我们18年的友谊，我们一起来露营了。那我这次不是车宿，也不是露营，我们是选择懒人露营，我们就直接3天2夜睡在狩猎站里面，所以这次真的是超级轻松的。那这次的内容呢，就是会来记录一下我们这3天2夜的生活之外，那我这里也会帮大家开箱一个露营超好用的厨具组，会在这一集开箱给大家看。那正式开始之前，记得先订阅我的频道，还有追踪我的 IG 哦。我们就赶快开始煮晚餐啦！我们这次西家带眷。总共有4个小孩，这个是我们最小的妹妹，然后后面这边还有我们最大的哥哥，我们的哥哥小麦哥哥，还有我们的弟弟老二弟，哎，我叫老二弟弟有点怪怪，你是排名老二。那我们的第三个小妹妹在哪里呢？我们第三个小妹妹在这里，嗨，欧云恒，可以打招呼，你要上镜头了，快，Jimmy，的人可以看你， Jimmy， 快点，起来，这次我们就是500万的三个家庭以及单身的3位女性，我们就是包下了这个4个狩猎站营区。It must be amazing. Well, look at you, that crooked smile. Just stay there for a little while, 'cause this won't last. Just drink it up, this night's for you, and everybody knows it too. I raise my glass. 现在是我们的晚餐时间。我们这边有育儿区。负责育儿区的妈妈，那我们来看我们的料理区。来，请问以琳大厨现在为我们上菜的是鲑鱼。那什么？等一下，那什么？鲑鱼头。哎，我第一次，我以为鲑鱼很可爱，为什么它长这样？鲑鱼很可爱，奶奶的错觉。然后我们还有一个火锅区。那这边，我们两位小朋友、大朋友，到底为什么这么热闹呢？他们在玩 Switch。 那我们这一区，这个是在烤鸡排，是鸡排吧？鸡排、哦、然后还有我们的妹妹侯云恒，自我介绍、原来你在看这个巧虎哦，原来你在这边看巧虎哦。那大家就是煮自己会煮的，哎，那边还有一区是我们的洗菜区，洗脏屋区。那我们这次出来跟姐妹露营呢，我也要开箱一个我这次觉得超级实用的新玩具，就是户外野炊烹煮套件组。一般来说，像我们去露营的时候，我们在准备一些什么刀子啊、砧板啊、剪刀或是铲子，我们总是要东买一个西买一个，然后最后就是乱塞在我们的料理箱里面。可是今天我带的这一个，我们就这样子小小的一包，就是我们该有的东西通通都有，总共就是14件，一个位置一个洞在里面。像里面有什么？有我们的这个炒菜三兄弟铲子、汤勺，还有那个捞面的这种，然后他还有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夹子，然后也有给我们一个砧板，是砧板还是砧板？砧板都可以。对，突然这样一讲，对，突然不知道是什么。对，那他还有给我们多功能料理剪刀，哎，这我们这次用真的是超利、超好用的。然后他还有给我们2把陶瓷的刀子，有大把的，也有水果刀小把的。那因为它这个是陶瓷刀，所以说基本上我们就是切东西可以很正常切，但是你要拿来什么剁玉米啦，还是剁什么东西，就你还是要带剁刀来。可是我觉得基本上露营只要有这种刀就绰绰有余了。然后再来，它还有给我们水果刀，哎，这水果刀是我一直露营设备里面一直都没有的，对不对？今天在这个露营组里面都有了，我终于可以削苹果了。然后给我们一组很简单的这种木头纹很有质感的餐具，还有我的
红酒开瓶器，不止红酒啦，它基本上啤酒之类的也可以开。你这一支你不觉得很眼熟吗？我之前我还特别花了一两百块去买了一个木纹的开瓶器，就这一组栏里面居然就有了。然后它还有给我们两个研磨瓶，我觉得这超可爱的。它的研磨瓶一个啊，它就是有前面后面它都各有一个小小的研磨器，那你只要放下你喜欢的调味料进来，你看我们露营三天两夜，你就有四种味道可以吃了。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一整组的料理，我觉得超好用。我的东西再也不用东塞西塞，它终于有一个家了。它已经可以放我们十四件组之外，它里面其实也还有很多空格。你可以就譬如说你想要再多一个人的餐具，它其实都还有地方可以插。而且我觉得它这个造型我超级喜欢，很有质感哎、欸。它是黑色配上木纹的颜色，所以你看黑色欧多班，然后配上那种我很喜欢那种木头的那种质感，然后一整组这样子带出去超级好看的。你不觉得就算我今天不会租家，可是我拿着这个在那边夹菜都觉得像很会煮的，就感觉我好像超级厉害的。购买连结我就是会放在我们的资讯栏里面，如果说大家有兴趣的话，你们就可以点到资讯栏里面去看我们的购买连结咯。那我们就赶快继续去煮饭吃了。阿轩，你们怎么吃我的葡萄？为什么你要欺负人家？你们要干嘛吗？我去坐车车。所以还真的可以直接坐在这边。可爱啊！哎、欸，你的位置哎、欸。是谁？不哭不哭！是你的车啦，这是你的位置耶，你的车车，这是你的位置耶，真的哎，你的车车哎，耶，结束了，回家。好，帮阿姨关关。谢谢大家。不是前面没结束，还喜欢那个，那是什么？赞赞。那我们这支影片就到这边了，大家记得帮我订阅、分享以及开启我们的小铃铛。拜拜拜拜。记得开启小铃铛哦，记得按赞开启小铃铛。拜拜，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，有没有？他脸超臭。按赞开启小铃铛。好了，拜拜啦。